家好，我叫陈希宇，我今年八岁了。大家好，我叫高迪，今年68岁了。今天我们要朗诵《雨声说些什么》，作者余光中。雨声说些什么呢？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，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。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？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，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。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？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，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。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？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，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。说些什么呢？一夜的雨声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，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，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，怎么还没停呀？从传说落到了现在，从飞飞落到了派派，从眼漏落到了江海。问你呀，纯纯的青苔。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？